桂花，我可肯，莫去做这种伤害别人嘛，伤害家己的代志。孙焕然伊家己袂自动下台，你即马是恒大领导者，所有人拢在看你，有人同情你，有人怀疑你，想袂到办法的时阵，目睭就敢看目标。既然要做产检，是安那特别早来台北病，敢讲桃园无妇产科医生？有啊，你做产检，这囡仔爸爸拢免陪你。敏慧，你是卖冲锋好不好？我从来就无讲要放弃你啊！现在是我要放弃你啊！敏慧啊，领导拄则有人客哦。无啊，你来安尼问，有两个陪啊。一份开窍，安怎补拢补袂起来？你有了解无？我哪听无你咧讲啥哈？什么空，什么亏欠哈？我要跟你离婚。咱是竞争对手，应该不适合讲这款话。生理就无永远敌人，嘛无永远的朋友啊。公司目前我咧赔偿的拍算，你看到咱是兄弟的情分，无爱我赔钱，你就是替我留面子。给你做败家子，竟然敢有面讲家己细孙？伊根本就无资格细孙。手底心已经决定将你走做，问你千万回，阮是啥人的？受着伤爱的情话，梦再回，目屎随风一直飞。甘知我爱你已有偌多，风中飞，我的心内面有一句话，爱你爱你，永远袂后悔。写手底，心已经决定将你走做。问你千万回，阮是啥人的？受着伤爱的情话。甘知我。